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四期英雄抢先报，我是主播郑子轩。首先带您来看本期的内容提要。提起圣诞节，我们会想到美丽的圣诞树、慈祥的圣诞老公公，还会想起圣诞歌曲。让我们一起到英雄广场欣赏乐队表演圣诞歌曲吧。为了增添圣诞气氛呢，在英雄广场基金将会有乐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经典歌曲以及圣诞颂歌哦。啊，在整个十二月的平日天12点到2点，以及下午4点到6点和周末的12点到2点，以及下午4点到8点，就会有乐队为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曲哦。欣赏完悦耳动听的乐队表演，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意义非凡的圣诞环保活动。今年的圣诞夜，英雄广场配合固体废料管理机构 SWCO 举办了圣诞环保活动。在十二月的每一个星期六，携带至少2袋回收物品前来，就能换取 DBMM 英雄广场的购物礼券，在回馈大自然的同时也有所获。本次回收的物品有以下几类：食用油、电子垃圾、纸张、塑料、钢铁和置物。想要参与这次的活动，大家要注意咯。另外，在26号的闭幕典礼，我们也举办了小孩填色比赛，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周末无所事事啦。以上是本期的内容，感谢大家收看。下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在这里先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圣诞节。我是主播郑子轩，英雄抢先报，我们下期再见。